爱上不回家的人，爱上他的温存，爱上太浪漫的人，只能带脑和逻辑，爱上这样一个人，迷恋他的温存，虽然他也是痴情，情会带来伤痕，想要逃逃不掉，想要做做做不了，一辈子等爱一次，为何偏让你遇到？想要忘忘不掉，想要戒戒戒不了，一辈子等爱一次，为何他逃逃不掉？想要戒戒戒不了，一辈子等爱一次。为何偏让你遇到？想要忘忘不了，想要戒戒戒不了，一辈子的那一次，为何他偏让你遇到？感谢我大师的。新男的